在荔枝角公园，朝早近九点，有康文署工作人员陆续将围封的红白色胶带拆走，并且将铁栏搬走，开放给公众使用。重开的设施包括户外健身设施、滚轴溜冰场和卵石路步行径等。有市民表示，重开康体设施，长者可以有更多地方舒展筋骨。好好啊，对啲老人家运动咧有个帮助咯。朝朝嚟噶，唔嚟咧唔得啊！即系一个身体嗰啲血液呆晒咧，仲帮你有位噶。做惯运动，做好似腰酸背痛啊！做下运动对身体健康好有益嘅。